好，好了，我们要开始进行啊，叫做画出啊可爱的花。那今年因为是花博嘞，所以我们有这个主题。首先呢，花呢一定是有叶子，对不对？我先从简单的开始画，简单的花瓣呢、啊，我假设是这样，这应该大家问题都不大。再来是这样，然后呢，我希望啊那个花瓣呢、啊、是有卷曲的，这个、啊、对一般小朋友就难一点点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！好，好，再来，看起来会有点像海星，折一点点的。通常我们需要打一下稿，但是因为啊太经常画了，所以啊可以比较快就呈现出来。好了，我们需要分出啊叫做正反面，所以到时候啊可能这些地方啊颜色会深一点点。那我需要一个可爱的脸啊，在中间。刚刚啊有提起啊，叫做可爱啊，除了要圆之外啊，还要年纪轻一点点。那么我们就让他年纪小一点点好了，叫大眼花。好哈，好了。如果需要他笑嘞，我们就把他嘴巴给加一加。那我现在愿意用同样的粗细啊，所以感觉出来啊，叫做变化不是很大。所以呢，我把笔盖啊盖起来之后，换呢、啊、叫做另外一头。好，我希望它有粗细的变化。比较简单呢，就是沿边来一个，它就会产生呢、啊、叫做线条粗细的变化。我只会画一半，就这三片叶子啊是有变化的，另外三片呢我们来做叫做没有变化的，比方说像这样。你会觉得啊，就有变化的、啊、会比没有变化的、啊、还要有变化一点。老师，你这好像在绕口令。好了，我需要刀神啊，请问这朵花在做什么？跳舞。哎，又来了。明明我问的是那个指定的对象，其他人都不是我指定对象啊。在跳舞吗？现代舞还是古代的舞？三、二、一。现代。你又不是刀神。现代舞，好啦，我们现代舞啊，就穿什么？花博舞。花博舞啊。是花吗？花博舞。那么我们就先个指定动作。他做的好烂。然后怎么样会像是在跳舞呢？我们把脚举起来好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？水果。啊，没有人规定啊，叫做花只能有一对手，对不对？这另外的手嘞？卷一下好了，好吧？像我们刚刚花瓣的效果一样。好、哦，好，要不要什么道具啊，刀神？颜色，颜色不算道具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好，那我希望它的粗细变化再多一点点。比方说啊，我的花的手的部分呢，我希望啊会有花的那个纹路。好，纹路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要注意一下那个方向的感觉。好。再来，好，接下来就等着上色啦，这段先结束。